先生太太你好，阿公阿妈你好，我的名字叫苏迪尼，我今年36岁，我离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子，我的体重70公斤，我的身高150公分，我从印尼来的，我以前在台湾工作4年，从2019到2023，我照顾阿妈，阿妈有糖尿病，我帮阿妈洗澡、换衣服、换尿布、准备阿妈的饭，跟做家事、打扫、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煮饭、煮菜，我会煮。炒米粉、煮汤、炒青菜、卤肉、煎鱼、番茄炒蛋。我要去新加坡工作，因为我要赚钱帮助家庭跟小孩子读书。谢谢太太先生，再见，拜拜。